这个柳是这矮的不行啊，这矮的还用梯子呀？有用梯子呀，上边。这个嫩，这矮的我觉得用梯子都有点大材小用了，这样稳着了。就直接爬的树，爬上去不就行了吗？收点，收点，太斜了，你这样拍。哎呦，这上的高啊，这个。哎呀，太高了。哪儿有柳树芽？这个就这玩意儿啊？啊，就撸撸一撸就行。啊，我这得撸多长时间呢？我可以烤，你吃的时候的。这一撸，对，一撸把这叶田撸下来就行了。哎，别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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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们别上。哦天，这显得老高了。还得上啊！你哎，老万，你可以，对，你也可以掰那个根儿，你往下扔。你先吃，吃完你不倒我再吃、嗯、上回你忘了出去，我不是就给你做一个吗？那不当他当天不就拉肚了吗？你这些够吗？不够。你看着啥，我走了啊。这玩意儿怎么吃啊？洗干净用水焯、哦、焯完以后泡，嗯，两三天老得换水，换完水最后就可以吃了。关注老外，我们一起房车游遍中国。